嗨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盘那个两盘啊，这个一个非常快节奏的武将就是无意。那么无意这个武将，我们出场也很多次了。那么当然他跟一些武将也有这种比较好的配合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啊。那么第一盘是跟这个郭嘉配合，因为郭嘉也是改过的。这个您如果离开三国杀很久，这个可能不太熟悉啊，这是郭嘉，您可以看一下郭嘉技能的。好，那么他这个时候觉得我们这就帅气了，我们肯定卖啊，因为那个他不仅摸牌，而且我们可以把连弩给过去，那这一下就无敌了啊，因为他可以杀我们，而且他已经奔袭是五嘛，他这个杀绝对可以杀全场了，我们就无脑卖啊，对，把牌全部给过去啊，而且我们这些牌都是无意需要的牌，所以基本上这无意是不会断杀了，那你这个这就很恐怖了啊。那这个就是秒全场，这个全场都要完蛋了。他如果不够杀，可以带上我们的，可以带上我们。我们这有一口酒嘛，我们可以。他这么大过牌量，只要过出来桃子啊，这个，我们这有一口酒，当然不能打嘴牌就是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无懈可击的话，无懈可击他有的，他这个奔袭肯定是全场啊，奔袭的话。但现在来说的话，另一个忠臣在哪里嘞？这个既然打死自己人就悲剧了，这一下打死自己人就悲剧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就跟那个啥，可惜没有狼人杀里面那个预言家的功能啊。如果这个时候无意能够发动技能预言家，你可以查一个看看他的身份怎么样啊。我估计现在无意最想拿的一张牌就是预言家啊，他能够把那个，当然也不行，你预言家一回合只能验一个人啊，你不能够把全场那个。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这样子了，我估计无意的比较保险的就是，对，把全场都打了一个。这庞德这个位置打可以吧？因为他是七位的庞德，这个位置有点敏感。这时候打庞德，我觉得可以的。庞德确实这个位置应该还是偏反一些，因为这个位，你看庞德也有连弩的。好，然后五五，哦，这个漂亮，他这个跳板了，他把连弩扒了嘛，他把连弩扒了啊，这个啊，但是那个南蛮入侵，他手上应该还是有其他技能，你看这个。那这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动，因为我们发现他这有这个藤甲嘛，这个时候该我们动了，我们肯定是忠臣的。好，这个时候那我们就没有这个顾忌了，我们就没有这个顾忌啊。这个一个九啊杀，应该是一刀的事情。王毅也丧失顶了，本来王毅，当然王毅可能手上也没桃子，他发动技能嘛，你看他们都不挣扎了，都不知道王毅是内奸哦。这个是对他说不连师说对我们三个太强了，我们三个太强了啊，不连师这把绝对躺赢的，选什么都赢的嘛。他自己没有藤甲嘛，所以我们这几个南蛮过去肯定是片甲不留的，所以这一盘这个配合确实非常非常好。那无意这个武将你也没办法，他这就这么强，你有什么办法嘞？对吧？他一动基本上都是可以秒场的，所以现在这个局势下，咱们就看一个那个啥，咱们就看一个壮观的场景啊，其他的也无所谓了，感觉。好啊，我们这把是这个孙权啊，这个生子当无孙仲谋。好，决斗一下，这盘主角也是我们的，我们就是无意的。他无意的话，好九啊杀哦，这个地方杀这个李傕，哎呦，这个地方把牌打空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把牌打空，他那场上有什么可以搞牌的武将吗？这让孙权打空这个，哎呦，我这感觉这个啥啊？但是有一个武将张陵啊，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张陵啊，群雄这个武将。好，说实话，张角、张宝、张良，这个张陵是谁？我还真不知道啊，我真没啥印象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刘协啊，出个桃子，看一下顺手牵羊，那么杀，哎呦，这刘协真的是挺悲催的啊。这刘协的话，看刘协肾宝救了一下，那救了的应该就是反贼，但是我这样我也懒得去标了，我也懒得去标了。好，看一下啊。华佗的话，这个，哎，孙权救不了，哇塞，这个刘协够牛掰的，这都那个啥，他这都那个，这都那个什么都没死的，那不管了，反正这么一通乒乓五四啊，最终是咱们来收场子了。本来你说他们这么打了一番之后，实力都元气大伤，咱们呢这个更是那个啥恐怖了，咱们这更是恐怖。好，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奔袭越来越多了嘛，你这个连弩已经是我们的掌中之物了啊。好，这个铁锁连环，好虎攻。那么唯一注意就是那个啥，你那个
要保证能把这个联总搞过来。不过以无意的能力，肯定没有什么悬念了啊。无意这个的话，他主要就是要这个联总，因为有联总的话，就能够保证那个，把他全场秒掉了嘛。他无意就是这样啊，尤其是进入到节奏以后啊，这个关键，你刚才这个目标加一怎么样？等于说是这个泰瑟斯可以无限制的哦。这个哎，张琳是这个啥？是反贼？嘿，这一盘也是，这个反贼也是。那不管了啊，咱们就肯定是秒全场了啊。上一盘如果是队友们的配合，这一盘就是敌人的配合，敌人给我们神助攻的，他们自己打了自相残杀了，他们自己打了自相残杀。好，这个时候漂亮。那这一波孙权肯定是安全的嘛，而且左慈作为内奸，他那个啥，他那个已经那个桃子基本上他那个发动那个技能啊，已经那个用光了红牌，所以咱们再武力一动啊，就游戏结束。这一盘来说又带一个蔡文姬躺赢啊，哎我别说我这两盘无意都带两个妹子躺赢的，觉得给个好评的。好，我们明天再见。